大饼子，冻豆腐，白的粉条。这粉条真扛顿，20分钟没咋地，你说啊？大饼的护手他跟他这儿。嗯，来汤，来汤，来冻豆腐，投了，看到什么情况？哎呀，摘个白菜呀！剃了汤了。咸不咸弄呗，就小了那个味儿，再多的糖精就好。今天就是任务还得给你，我先到点儿，行。行，把你那个，我拌给凉菜吧。好嘞，大葱。二哥，嗯，你这净吃有营养的东西。咋的呢？你说呢？这样好吃。嗯，我和大酱炒。嗯。这里头这样炒，这鸡蛋美煎小吧，嗯，这把你尝尝，你看就煎的这么好吃，一瞅就好吃，这不好吃，多新鲜这玩意儿，我在那尝了，嘎嘎了，凉菜了，热好，嗯。你来个大饼的，这小感觉你妈贴这大饼，这好吃，一瞅就好吃。嗯，我叫少点东西，灵魂王子。啊，对呀，辣椒是必不可少的。哎呀，感觉我都吃不过来了，是吧？嗯，我哪个都好吃。吃起来不都香？你是不是饿了？就是饿。你像你们这吃这，你就家常菜最养人。嗯嗯。就啥？就一杯，多了不喝。就这一杯呀，一两半酒。现在这韭菜，妹子。现在没有好韭菜，不是，吃的比原先好吃点了，舒服了。咸鱼饼子，还得是你会吃，嗯，还是你会吃啊？但咱们吃的不大好，嗯，绝对是不用，好吃就得了，嗯。这粉条是真不用，好吃啊！对呀，就这上饭了，这也起不来。哎，我，哎呀，烫手呢。我这牙是不行，不在人家老铁们说磨牙，镶牙这玩意儿。哎呀，再给点啊。